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屏东店的姓洪。今天呢，特地为大家介绍一支 KW 今年的新款电动枪 ，KW Money Ten 浪人 BFO。那这次的浪人一共有两种长度，一个是6寸，一个是10寸的。那我手上一样保留了 PTS 的后托 ，PTS 的握把，当然是电枪版本的。然后 PTS 的准照。那这把枪最大的特色是它这一次也有无弹断电的设计，那场弹夹目前是进弹的状态。那当你打到最后一颗弹之后啊，它就会升上来。这个推弹杆升上来进到 Hub 座里面以后，就会把 Hub 座里面的供电设施给它切掉。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无弹断电的效果。那 KW 这次浪人的弹夹呢，还可以调整你的供弹量。那这次 Rony 呢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可以快速更换你它的出速。好，移除后托之后呢，使用十字起子伸到托杆的内部，托杆的底部会有一个十字螺丝把它旋下来。所以呢，想要打坏的朋友呢，你可以用顺时针旋转的方式缩短违停杆跟弹簧和活塞之间的距离，这样子呢，弹簧压力变大，出就会比较快。相反的，想要打慢的朋友，逆时针把它放松，那弹簧的压力变小的话，相对的速度就会减少了。喜欢的朋友，赶快来酷爱挑一把回家。